叫梦幻三重奏。点燃激情与梦想，聆听梦幻三重奏。对呀、啊，我在这面墙上呢，融入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中韩文化撞出火花，邂逅异国情缘。本期交换空间，我们一起体会自己动手的乐趣，装修你做主，行动乐开怀。装修对对碰，温暖心贴心。大家好，这里是交换空间，我是王小千。今天我们继续在郑州的拍摄。话说中原大地呢，是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居住在这里的人呢，很多都非常的有特点哈。入选今天交换空间的两个家庭的家庭成员都很有特点。第一家，母亲身高1.81米，儿子更高2.05米。那另外一家呢，这个男主人是来自韩国的非常潇洒的青年，那女主人呢是来自中国的非常美丽的姑娘。我现在呢先去拜访其中的一家，我先去拜访高人家。欢迎欢迎、你好，徐大姐是吧？请进。哇，这就是裸超了吧？这大高个，来咱俩比比个。您坐来，我这还穿了特高的高跟鞋，我今天特意。倩姐，其实我要给你个惊喜。啊、哦，是吗？花式篮球，那么玩这个哈、给我的，我的肌肉上面有字儿。这个书法还很漂亮，欢迎小千，谢谢谢谢，来。送给你个礼物，不贵重，但是一点心意哈。哦，谢谢谢谢。这房子。怎么了？怎么不喜欢了？这一开始装修没有请设计师，是我自己设计的。对啊，那没有什么风格。在装一个电视的时候，你的电源还有这些壁炉，都弄着了，对，弄着了，非常乱，感觉像蜘蛛网一样。其实我妈妈是喜欢田园风格的，所以。在买房的时候就选择在黄色游览区这附近，好像都是田园风光的感觉了。你现在是在打篮球是吧？啊，对，我现在就是现在是在河南省职业篮球队。啊，哦，打职业的。啊，对。那个妈妈是排球教练。对，我听说爸爸也是一大高个儿。啊，也是1.90米。1.90米，排球教练。也是排球教练，体育之家。你看，所以你们家房子层高是挺高的，是吧？还可以，田园的，那就说未来想要装成田园的，那就把这些都转述给设计师，让咱们观众也认识一下给他们家进行改造的这位设计师。蒙古族设计师图梦是一个音乐的狂热爱好者，他把这种对音乐的热爱也融合在自己的设计生涯中。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重重一切，做真实的设计，坚持原创。这次我给体育一家人带来的设计作品的主题叫梦幻三重奏。精神走廊、文化餐厅还有生活客厅是我们设计要表达的三个主要空间。体育一家人的精神家园即为精神、文化、生活的梦幻三重奏。这次我们的主要预算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在壁纸和彩绘大概占有整预算的1/3。还有广告制作、灯箱板以及一些造型的简单制作占1/3。还有一个最主要的1/3就是家具以及小配饰。向大家隆重的介绍这一户的男选手，来自韩国的跆拳道黑带五段选手柳希国先生。안녕하십니까，给个招式好吗？好的，简单的。对呀，撤，飞。好，您用韩语跟我们的观众问个好，好吗？对，안녕하십니까，저한국부산에서온유석국이라고합니다。자，반갑습니다。这么复杂呢，说的什么呀？我来替他翻译吧。好。他说：“大家好，我是韩国釜山的柳希国，见到大家很高兴。”啊，釜山的，老家釜山的哈。这个呢是他的，我们中国河北籍落户河南的太太，叫吴慧贤。我听说你是在河南上大学留学的时候认识的小吴，是，然后就那个留在郑州了，就不回韩国了，是吗？是。哦，有那么爱他是吗？一见钟情吗？是，差不多了。真的？真的。看看你们家吧，怎么了？哪儿不好啊？觉得？
我觉得这个餐区和这个客厅分区不是很明显，没有分区是吧？对，就是一个大空堂啊，再喜欢。然后这个电视墙呢，它不算是一个很像样的电视背景墙，太简单了啊。两边呢还有门啊，有个卧室门，一个厕所门，但你没这门也不行啊。所以我就想让设计师帮我巧妙的设计一下，因为我没有设计，是我爸爸妈妈还有他的智慧。哦，那个小柳怎么觉得呀？你觉得哪儿不好？这个房我觉得都不好。都不好，这不你自己设计的，对，那时候我要求就是比较简单的，但现在太简单了，什么都没有了。太简单了啊、你们家这灯可真够璀璨的。这是我复杂，我弄的。你弄的啊？我觉得都不好。蓝色的灯带也是你的作品吗？嗯，是。现在呢？觉得？现在我觉得太土了，有点像歌厅吧？是，太土了。想装成什么样的呀？经久耐看，好打扫。经久耐看，好打扫。行，让设计师出方案，让我们的观众呢也认识一下给这个跨国婚姻夫妻俩的小家庭来进行装修的设计师。很多人认为装修是一件劳心费力的烦心事儿，设计师何冰却在装修中体会到很多乐趣。他的乐趣源自哪里呢？装修是一场收获的过程，就像一场旅行，而我们设计师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在这场旅行中，我非常建议大家都融入一些 DIY 的元素，比如说妈妈亲手绘制的电视背景墙，比如说爸爸制作的小板凳。在这次装修中呢，我的主题是异国情缘，我在这个装修时候呢融入了中国跟韩式两国的元素在其中。整体预算中，家具占到四分之一，2000元，灯具1000元，新墙面改造1500元，1500元的窗帘布艺。我希望通过这次的改造跟设计，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甜美。羡慕吧？很羡慕，很羡慕。行，甭管长多高，甭管您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但是呢，要遵守我们的规则，了解一下。在48小时的时间里，两个家庭分别用8000元的费用交换装修，改装彼此的居住空间。本期目标空间客厅，两个红包里是各8000块的装修基金，是由欧雅碧举提供的。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谢谢，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还有呢？还有两个红包，里面是各价值8000的家电基金，是由荣升集成吊顶为我们提供的，也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来，好，谢谢，不客气。这个钥匙交出来了，一定要尽心尽力的为对方来做这次装修，收好了吧。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可以发手机短信告诉我，你更看好高人母子俩他们装出来的房间，还是他们俩蓝队装修出来的房间。如果您预测的结果跟最终投票结果相一致的话呢，有可能获得来自交换空间的大礼包。18小时倒计时开始，出发，加油！都跑得挺快的。一个即将谱写梦幻三重奏，一个成就异国情缘。48小时，两队怎样开源节流？设计师将给你答案。红蓝两队开始搜街，蓝队开始了壁纸大搜捕，红队则去挑家具和饰品。他们看中了一套桌椅，3890，这8000肯定是不够花。光买饰品都买了好些钱呢。不过有一个小窍门，我的装修诀窍呢是上网搜东西，搜饰品跟家具。很多的饰品从网上，他们可以直接的厂家发的那些货呀，都在网上都有那个最低价。对，咱们可以从网上订购那些东西。这主意不错，以后让儿子帮忙上网帮我搜一下哈。很想尝试一下。您是更中意红队的设计，还是更倾向蓝队？来，我来吧。好，哎呀，啊！蓝队开始大拆除，这跆拳道高手给大家露了一手。不过这电路可不是这样拆的，一定要用专业的工具才行哟。红队这边在原来的电视墙上钉了青钢龙骨，用意何在呢？这个呀，就是我们这次设计中最大最大的亮点了。它呢是为了起一个隔墙。您看啊，哎，这怎么还有个门呢？是，嘿，
我就是为了把这个门藏进去，做成一个隐形门，才把这个隔墙立在这儿的。哦、咱们待会儿还得封石膏板。哦。嗯，咱们把石膏板封上的这个上面的活就是你的了啊。好，终于用到我的用武之地了。那个图案叫祥云，我遇上那个吗？这不像。他们家装祥云似的，什么意思？我看了。雇了设计师吧。好的。这是祥云吗？对，这个就是奥运会的火炬祥云。哎，这个要放他们家房顶上。那我们把它作为我们梦幻三重奏的第一乐章，就是精神走廊。哦。就是、我们做这个呢，代表的是体育家人的拼搏奋进超越自我的一种精神，也作为我们主要设计其中的一个主题精神成了。哇，阿昌快来帮忙。来了来了。哎快，哎对，阿昌赶紧来。哟，这什么东西啊？这还哦，这就是它的原料是吧？是。这怎么像棉花一样？对，它就是棉织物。这种东西啊，学名叫墙衣，它就像给墙穿一件衣服一样。哦，这样。它的成分呢？您刚才也问我了，嗯、这个就是植物的纤维物。哦。完了之后呢，它为什么变成黏的呢？它里边含的有胶，它是没有什么味儿的啊、嗯。它是医用跟食用级的胶，嗯、等于说它完全环保。过去一聊以后，跟和面团一样，就这样。哦。把它滚，把它摊匀了，跟那个擀面一样，把它摊匀了。哦，像擀面一样。哎。一二三，开工！我在这儿。哇，好，我就开始了。给墙也穿上衣服，这糊墙衣的过程也很过瘾呐、啊！一二三，一二三，规矩。二三，这墙一摸起来手感也很不错，大家都来尝试一下吧，很有趣的。刘超，你看，要是不喜欢的话啊，完全可以把它抠下来。就是完全喷上水了之后，它就会干，就是湿掉，就可以把它揭下来。嗯、就是这样的优势。嗯、比如说咱们家啊，就是小孩拿铅笔。嗯划了一道，嗯，一般的那个乳胶漆还有这壁纸都弄不掉的，但是我们墙衣不怕，可以把这一块抠下来，弄点水粘吧粘吧，嗯，再糊上，哦，就没有那个印儿了。哦，那这个墙底不会损坏吧？完全不会损坏。哦哦哦，这样，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真的，这像不像这个草原？蓝队开始打造文化餐厅，即将在餐厅墙面呈现草原风光，这不还请来了帮手彩绘画师。经过彩绘师的帮助，辽阔的蒙古草原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其实墙面彩绘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种装饰手法，您看这电源开关变成烈焰红唇，配点箱经过彩绘的装点也变得很自然，最重要的是和壁纸相比，彩绘让您的房间更有个性。这不，红队也看好了这招，他们要画什么呢？是韩国的活花木槿花、哦、象征着就是幸福永存。哦，这个意思哈，是也希望他们夫妻俩就像这个花一样幸福一辈子。把韩国的国花木槿花呈现在了电视墙上，而这边的餐厅墙上又多出两个建筑物来。这不是北京的天坛吗？对，刘超，那边什么建筑呢？这个不是开封的樊楼吗？就是你来了河南了啊？错，它不是樊楼，它是韩国首尔的，叫做景福宫，是韩国的一个著名的建筑。哦，这样。嗯，我在这面墙上呢，融入了中韩两国的文化，把他们俩呢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嗯，待会儿咱们在这个部分会有一个会动的东西，把他们俩联合在一块儿。你是杜德特？对，运动是就是没有国籍的。嗯，我是韩国人，但是我来郑州还教跆拳道嘛。我以后叫柳馆主。原来的这个顶面呢？的宽度，我们会用祥云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宽度，会把它这两个面形成一个大的一条线，会有一个走廊的一个延伸感，正好体现我们三重奏序曲当中的精神走廊。红队又在画慧贤和西国的剪影，知道这是用在哪儿了吗？给你们一个惊喜。怎么样，漂亮吧？
以后每天都能看到的。蓝队开始梦幻三重奏的第三部分，生活客厅。现在沙发背景墙上贴上典雅的深色壁纸，这是我的一个设计，上面呢就是拿这个竹帘做一个两合段，下边呀、这是一个一个的方块的这个箱子，我把它呢给作为一个鞋柜，这每个箱子都可以活动的。红队设计师做了一个软隔断，这些箱子既能储物又能当鞋柜，组合灵活，不妨做上几个搭搭积木吧。蓝队多了一批装饰画，这些可不是买来的，是自制的。认识柔道。对了，柔道。这个呢？射击。射击。哎，这都是奥运的标志。这里边，你看这是什么？各个运动项目。哎，我最爱的跆拳道，滚！可以，一下跆拳道。哎，这么多标志是干嘛用的呀？这个呢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作为装饰画。这个沙发背景我们会整体排两排，深颜色的壁纸上面搭配一个红颜色，会非常跳跃。哦，对。再一个，我们走廊里面的整体的体育元素的设计风格，哦，非常像，非常像。对。对。彩喷加打印纸，背板用 PVC。加一个收边框，一副的成本大概在20块钱左右，所以整个墙面我们下来之后只用了280块钱，这也是在生活当中一个省钱的小窍门。大家看，这是他们小两口从相恋相知到结婚整个的一个全过程。红队又开始自己动手，把打印出来的照片剪好，再用双面胶粘在圆盘子上，同样是一组十分漂亮的装饰画。哦，这样挺漂亮，很好的，真是一道中韩大餐呐、看看这个装在配电箱上面的表针，原来这12个盘子代表12个时间刻度，红队打造了一个时空隧道。穿越时空隧道，成就异国情缘。OK。第一天的装修，红蓝两队高招频频。接下来的第二天，梦幻三重奏怎样完成？异国情缘如何续写？设计师还有定制家具的超级省钱方案。广告之后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家装气象站。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如果有一个居住空间，它的设计灵感是来源于设计师在高原旅行的时候见到的一个美丽的湖泊，那它一定是非常有意境的。那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设计师张耀坤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挑高6米的小户型的空间，它让居住者感受到的正是踏遍红尘路，结伴水云间。家是什么样子呢？它与形式无关，与缘由无关，与时间无关，甚至与意义也无关。唯一有关的，就是内心深处那个幸福而温暖的梦。曲线流转的天花板仿佛让人置身蓝天白云下自由呼吸，没有浮华的元素，由浅入深的蓝色和纯净的白色让我们远离繁杂，变得释然。栖息的小鸟穿插引线的金属露珠，水云间的设计让大家与自然来个对话。我知道你是一个酷爱旅行的人，我想你的这种丰富的旅行生活是不是为你的设计也是提供了这种丰富的设计的源泉？是这样的，就是这一次的水云间的这个设计是源自于我大概在4年前去纳木错旅行的一次经历。一路上的纯净的白云，还有那一尘不染的天空，到达纳木错湖边上的时候，那种宁静还有安详，让我深深的震撼了。我觉得
那一瞬间我几乎忘记我自己的存在，我能所做的只是安静的待着，然后静静的冥想。其实一进门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房顶，它让我想到了波浪，想到了白云，这是一个出其不意的一个很大胆的一个设计。水还有云这种东西呢，它是没有定式的，它是会各种各样的姿态存在的，很自由。所以我觉得这种自由的元素加到这个我的设计里面来，也会给很多紧张生活的人带来一些安慰。这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顶，它是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样的工序把它做出来的？这种材质呢叫做拉丁烟花，组成部分就是钢架结构和面层的聚氯乙烯膜。安装起来其实也挺方便的，就是说把基础框架固定完之后，膜附上，然后通过压条把它压住，最后用胶去做封边。我觉得这样的波浪的形式能够很好的弥补这个房子本身那种高高的尖屋顶给人带来的那种尖锐感。对对对，这些自然曲折的家具灵感设计也是来自水和云，他们是设计师自己画图制作的。弯弯曲曲的椅子造型是你为了配合这个意境特别制作的吗？是这样的，整个水和云它有多种状态，它可以是直的，也可以是弯的，也可以是任意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区域所出现的这些家具也是这样的，就是它会很自由，要尽量的简单，人才会容易放松。比方说你后面的这个墙，对，它就是一个弯度下来，包括电视这面墙也是一个弯度下来。对对对，最简洁不过的造型了。对，但是呢，它的这种排列，错落的排列，其实特别特别像水面的涟漪。然后呢，就是高低有错落，然后前后又有错落，这样的话就是整个空间层次就拉开了。蓝色的往后退，然后白色的往前游。这面的墙因为这几个银色的水泡，我觉得它像水中的那个水滴一样，而显得与众不同了。这是什么东西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做工业的弯头封堵，是用在工业的管道上的。我把它取来之后呢，通过打磨抛光之后，它产生一种镜面效果，它是可以反映对面或者说侧面的这种信息，动态的信息，但是又不是特别真切的东西，在自然气息当中加入现代气质。卧室的风格是客厅风格的延续，天花板依然是曲线造型，不过是用普通的石膏板完成的，床头背景也用厚实的石膏板营造一种踏实的氛围。卧室的灯光设计则是更加丰富，可以满足主人阅读、休闲、睡眠的不同需求。这一面收纳柜的高度应该有三米多了。实际上它准确的是尺寸是3.2米。那第一点呢，是整个这个房间是并不大，那我们需要更多的储物呢，充分利用它这个高的这种结构。同时呢，我们背景墙是这样由低到高一个走势嘛，同时这个业主是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的人啊，这个就是他爬这么高的这种尺寸的衣柜也是没有问题的。把有着尖斜屋顶的客厅卧室打造成诗情画意的水云间，设计师只花了不到3万元经费。您也可以让感动去触摸纯真，与自然来个对话。也许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不应只停留在简单的视觉愉悦范畴，回归心灵深处去触摸纯真，正是设计师的初衷。家是心中幸福温暖的梦，用善于发现的眼睛，灵巧的双手来打造它，让梦想成真。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精彩个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红蓝两队的家装进程。嗨，早上好。哎，早。早上好。早。哎呦，这个餐桌跟吧台一样，真是漂亮啊。是啊，你坐着试试。这个家具啊，是咱们专门定制的。这面电视墙也效果也出来了。它这个电视柜是叫做直接板，它就是直接有这种纹路，所以说它叫直接板。哎呦，很天然的哈。对，还是直接就可以定制，完了冰箱都可以固定，而且它是不用封边收口的。
为了节约经费，红队用直接板定制了家具。这种松木直接板每张200至300元，合并用了6张板子做了4样家具，算上人工费，一共成本不到2000元，物美价廉吧。哎呀，得坐这儿歇会儿了。那你也坐一下。红队的梦幻三重奏进展到了第3乐章，生活客厅多了一套仿古的瓷质茶台。每章已经解锁，基本完成。哦，家家户户在做装修的时候，尤其是二次装修的时候，都会有些东西被替换下来。这次我们就改这个食之无味，叫用之无用，弃之可惜的灯。这灯呀，应该是老式这种羊皮灯。我现在确实跟我的整体设计风格不搭配。嗯，如果要是有一个纯白色的，然后画一些图案。蓝队保留了原来餐厅灯的主体部分，把灯罩换成 PVC 的，再画上吉祥的图案，与草原风光相映成趣。文化餐厅品味世界。这一挂跟你这背景太配了。就是这个木包，这个呢就是在画面是两维的，我们在一个平面的空间里面产生一个两维的画面，但是如果把这个灯蒙古包再画到空间当中的话，它是三维的空间。红队则把灯罩和主体分离，保留了方形的柱状体。哎，怎么写起字儿来了？还画了一颗红心。相亲相爱。哦，一颗红心。哦，原来改成了一个奖杯，相亲相爱奖。这就是很完美的一个。我们这期的这开箱油宝环节可热闹了，因为我们这次的选手特别的有特点，比方说我们可以见证到这个高人家庭的母子情，还可以见证到异国恋情的一些点点滴滴，应该说特别有幽默感。至于说到底是个什么幽默感，待会儿念了这个奖状我们就知道了，特别逗。这是我们的设计主题，叫梦幻三重奏。我们在整个的空间当中呢，用3个位置来体现我们的设计方案。第一是象征体育精神的走廊，第二是带有文化餐厅主题的一个餐厅，第三呢就是我们带有生活化的一个客厅。这3个空间之间呢，我们会用一个中式传统的手法，一个体育象征性的手法，还有一个民族风情的手法，来共同展示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两个大巨人和一个小矮人的故事。担心不担心啊？我心跳加速，现在我妈手心湿了。是吧？叫梦幻三重奏啊。好，来3、2、1。哎呦漂亮，谢谢谢谢。哇，我的照片，我的照片啊、看到儿子灌篮，大灌篮。是。哦呦，我看这一块，哦，就是我想象了，我就说那个我们的设计师，你是蒙古族，他是蒙古族，对，对你生长那个草原上，真棒，哎呦，他做了一个文化餐厅，是，就是有点其实田园餐厅，我认为是大草原的那种感觉，对，他这个手绘啊，很有油画的感觉，你看蒙古包，手绘的哈，哎，手绘的，然后缠缠绵绵的大草原感觉，是特别宽，绵延的那种，这还宽很，这灯。认识吗？灯，我们家那个灯变样了是吧？对。哦，这漂亮。他给画的，你看，他画的跟蒙古包似的。啊，是是。这个是他用那个 PVC 的管儿，你拍一拍就知道，不是玻璃的。哦，结实结实，这个结实。很结实，对。然后，这个灯以前是你们家的那个灯。哦，是这样啊。剪了。对，他改造一下很好，这就是太漂亮。对对。他和这个很搭配。很搭配。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对对。哎，这一块。哎呦，有地方收纳东西了。对，而且这个，而且还把镜子隐藏，这个镜子也大了，这样子就可以把我全身都照下来。你要再长个20-30厘米也没问题。也没问题，而且特别小，然后老丈夫办事儿，是是是，三重奏嘛，这是文化
的餐厅啊，云岸餐厅。然后呢，这个是哦，没有看到这个啊，对，这是反映你们体育精神的一个走廊，是啊，是那是。那个北京印的三个灯哦，那个三个啦，然后下面就是鲁超大灌篮是吧？就是你训练的时候吧？对，训练的时候，对对对，肯定是训练。比赛的时候怎么可能就你一个人在篮筐下呢？是是是，嗯，上面这是北京印和祥云，祥云对。啊，这个是拐着弯的，很好很好，这个体育之家的表现的那是真是好。走走，那边不是啊，是体育精神走廊吗？对，这边就有一个，就是象征各个体育项目的，对吧？然后给你们换了一个哦，茶几也新的，哎，哟，电视柜哦，还哦搭配的，搭配的。你看那个乱线没有了，那个它其实是电视柜也变高了，日后你的线呀就会被。来，我们往前。哎，你看，它在里头了。哦，展开。哎呦，这些好了，我们就是想让它有这种功能性。对，挺好。那个挺好看的，就是花机，就放花的。放花，对，这个还挺古朴的。是，嗯，瓷的，坐一下试试。好，这大热天坐在这上面最舒服了。嗯，这块开阔多了。对，嗯，可以喝茶是吧？茶，对对对，有功夫茶具，还有大茶壶。太棒了，这个是设计了。我其实最喜欢还是进门那一刹那，给我惊喜太大了。然后刚好能看见自己的照片。其实刚刚我没有抬头看，设计师把它改成了几个金字，哎，金字特别有味道，感觉特别有那种韵味感觉。对，你看，嗯，好，谢谢，谢谢，谢谢。能让这两位高人满意，那我们这高兴极了。走，咱们去那边吧。好的，好的。呵，这个韩国的小女婿这两天已经成话痨了。这次设计的主题叫做异国情缘。我通过了很多手绘的表现形式，第一个就是我的墙绘，这边是天坛，这边是韩国的景福宫，把两国的著名建筑融合在一块儿，把两国的这个整个的文化交流在一块儿，也把两个人的心交流在一起。再一个就是我在这个整个的电视电影墙上采用了这个两个隐形的白色推拉门呢，把这个两个门洞给隐藏了起来。第二个就是我比较满意的是这个我的这个制作的家具。制作的家具，第一个很环保，再一个很节约经费。我们采用了直接板的制作，等于是全部下来四件家具，一共花费了2000块钱。第三个就是我的墙面新材料，墙面新材料第一个它很环保，它的原材料很环保，再一个呢它完全是 DIY 的，也希望我们的慧贤会很喜欢这面墙。你们家现在的名字叫异国情缘，怎么样？挺浪漫，而且挺合适我们俩的。异国情缘，不一样的那个异样的异。啊，两国。哎，两国情缘。哦。对，就叫中韩情缘吧。好好。这你就明白了。明白了。好。你们俩结婚的时候还激动。三、二、一。哇！哇！好漂亮！真的。哇！真的很漂亮。就是啊。超过我想象。看清楚了再挖啊！看清楚了再挖。真的。这个门都变换了。啊，你不是一面墙上有那么多门吗？都是你改的吗？哦，是。哦。藏起来了。哎，为怎么把它藏起来的呢？通过画儿。这都是什么花啊？柳溪国。木工花。木槿花。木槿花。你们那儿叫木工花呀？木工花。啊，木工花，我们叫木槿花。啊，这一面墙全部都是你们的国花，对吧？是是是是。这是什么花？也是木槿花。对，这扇门上也是木槿花。是啊。你这也是一个推拉的。就挡上了，三个门就不见了。啊，大方多了。对。哦，哎，两个人，对，看你的头发，根据你们的一张照片，哦，啊，然后呢，又把它卡通化了一下，就是，好看吧？好看，去摸摸那个墙壁，真的需要这个，嗯，感觉非常好，开心来了，这感觉非常好，快点，过来，离得远一点。回头，就是这天坛，你去过北京吗？去过，去过，去过。
天坛的祈年殿。天坛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代向天祈祷的一个一个场所，祈祷天的地方，风调雨顺的一个场所。哦、那个你去过吧？这个景福宫，景福宫，景福宫，对，是不是两个国家非常有特点的建筑，很有历史含义的建筑，在一面墙上出现，中间是一个时钟。它连接了两国的情缘，而这时钟的12个点都是你们两个人的成长的过程。这个是我婆婆哦，这个是我妈哦，你妈妈也穿上了那个朝鲜族的那种传统服装哈啊啊，然后那个是，这是我爸，这是你爸，那是你妈哦。你看你的新娘子多漂亮啊！就是啊，是吧？你看你的新郎子多帅呀、啊！帅呆了，帅呆了！呵，这个镜框还是碗呢，是碗、哦，对，哦、是小碗，太巧妙了。这怎么装上的？这是配电盒、啊。这配电盒我告诉你吧。哦，是可以在里面换电池。就像一个小闹钟的那个内、就是啊、内部结构，这个非常简单。只不过呢，是我们有的时候想不到就是了。这都是做的啊，特别合适，特别实用。这个是可以那个拼的，是一个大方块，一个大方块的。你来看看，这是活的，1、2、3、4、5、6、7个方块，上面积木啊，实用，贵的小贵的。你也可以啊，要是有朋友来，你这个小桌子只有两把椅子吧，你就搬一个墩儿过来坐，就可以当小墩儿坐。对，旧物改造没找的吧？这肯定都是新的，这个很明显呀。哎，这就是以前我们餐桌上的那灯，对不对？是吗？让我看一看。哦，太有才了。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吗？相爱相亲。对，说咱们俩的相亲相爱奖杯、哦、谢谢。有才，好了，然后去看看抽点喜欢的，跟你的灯啊、沙发呀、啊、都比较配套的。哦，沙发倒也挺好看的。哦，对呀、啊，给你换了一下。是。原来的那个灯的光很贼。很亮，很亮。很 KTV 啊，很对。反正就那意思吧。哎呀，这个灯带也换了。对。我很喜欢。现在后面墙特别喜，特别满足。我告诉你啊，这个墙是。超级环保的，这叫墙衣。如果你哪天不喜欢了，你就拿水往上一拍，把它湿透了，它就能下来，就能被擦下来。他给你选了那种有金色反光点的，非常非常漂亮。好漂亮，说说看吧，我打120分，多少分满分？100分满分。好，那我们这两户大家都特别的喜欢，那我们就见个面吧。辛苦你们了！哎呀呀呀，这两个人拥抱有点难了。我太难受了，把他拎起来了。太难受了。48小时圆满的结束了。哎呀，我这手里大包小提溜的，应该先念这个奖状。这个奖状是柳希国先生送给吴贤惠，也就是吴慧贤同学的。奖状。奖状，感谢奖。嫁给我感谢奖，就是嫁给我感谢奖，真是个外国人。好，唯一的爱人吴慧贤，他写的唯一的爱情人吴慧贤，他有这，应该是着急的着，他写的是这里的这，他有着温柔的性格，漂亮的外貌，善解人意的心肠，能娶到这么完美的女人，不是嫁娶的娶，是娶东西的娶。我认为我是这世界上最幸运和最幸福的人，我有那么多的不足之处，他却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所以给你加给我感谢奖。哇，谢谢了。你不知道。他一定不知道写错了，要不然他不会。2009年，然后永远爱你的人柳希国，还盖了一个大印，有印呢，非常的重视这个事儿。加给我感谢奖哈，你颁这个奖，颁给你老婆，颁给你唯一的爱情人。谢谢谢谢，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取得的最珍贵的一个证书了。
在哪里第一次见面呀？哦，就是河南大学那个南门门口附近。你俩去干嘛去了？我去就下课路过，你就看到他了。是是是。哎，你就上去跟他说话了吗？哦，我让我好朋友让他说话。你好朋友认识他吗？之前不认识。不认识。但是那时候我汉语水平太差了。厉害厉害，想办法接近他的呀。嗯，先我跟他说，你能不能当我的汉语老师吗？汉语老师？哎呀，你好聪明啊！太棒了，你是被什么拿下的？应该是他实心眼儿吧。实心眼儿哈，来，许大姐。好，谢谢。这是我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这过去的照片翻出来，重新呢给翻拍，然后呢又啊，一张给我，第一张就让他不好意思了。这本相册记录了鲁超从降生、嗷嗷待哺的婴儿期，到幼儿园毕业，再到小学，到体校的成长过程。每个画面都凝结了徐大姐夫妇的心血和热望。或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时刻，只是未曾驻足留意。我真的特别意外，太感谢妈妈。你已经多久没拥抱过妈妈？是啊，好久没有拥抱。呦呦呦，你看这一抱不行了吧？刚才看半天都没事，这一抱不行。长大了很少有这种机会交流，我总觉得好像我们有隔阂，越来越远了，是吗？可能有时候和妈妈中间有些那个不理解。儿子嘛，就是可能有点叛逆期，长大了就好了。幸好带着纸。你看儿子多好，他都知道他带着纸呢。等会儿我还没有念了，我把那个信念完你再感动好吧？啊，一定要坚持听完，好吧？当青春永驻只是一种美好的祝愿，我更多的是享受与妈妈在一起的时光。虽然小时候我很淘气，经常因为没有按时完成作业而受到妈妈的责骂，但是在泪流满面的同时，我也记住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寻找到人生的目标。终于我取得了越来越好的成绩，妈妈脸上有欣慰的笑容，而妈妈的青春也渐渐的远去了。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是个非常勤快的人，我的脑海经常定格您忙碌的身影，而当年懵懂的我却把您的奉献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妈妈可以选择原谅，即使您已经忘记，请原谅曾经无知的我。如果可以选择回忆，即使有很多让我感动的瞬间，我仍会聆听您的教导。如果让时间定格，我仍会做那个睡在你自行车座后的孩子。妈妈，我爱你。真好。然后徐大姐，你是儿子说你是一个特别节俭的人，你是一个特别就是勤劳又节俭，总是为家庭奉献，然后不太自己不太在意的人。礼物送给你是吧？你手机。有，谢谢。你那个手机我看用了，一直用了很长时间了。我也不舍得换，我想能凑合用就凑合用，反正两个。而且您不是不学，眼睛不太好，我给你买个手写的就可以。对，更方便了。谢谢儿子，这个是我很想要的。来送了吧，再抱一次。妈妈特别喜欢儿子抱一下，我发现。是是。这个感觉真是从小特别好，是吧？是。现在都快抱不住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感谢欧雅壁纸为我们提供的装修基金，以及荣升集成吊顶为我们提供的家电基金。还是那句话，向您发出一个邀请，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交换的空间，情感的故事，两个用几颗加的房子，你家有我装，我家有你装，只要别和从前一样。电钻嗡嗡响，满天上飞扬。交换空间不仅仅是简单的把空间进行交换，而且是交换了我们的生活，交换我们的心。我是韩国人，然后呢我来郑州这边拍了一个这么好的节目，这样的好节目来我身上，就是来我们家的装修的时候装修了，我很感动。
收房之前我非常的激动，相比于这个金榜题名甚至是我结婚的时候，我真那一刻真的是很心跳。对于我们来说，这参加交换空间这个节目有可能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但是无论是装修的效果还是我们装修的过程，让我受用终生，难以忘怀。